所以只能走中间步道啊。哦，还是有人跑进去要。他不是写请勿进入游泳池吗？啊，就那个啊，走了，你不要进去就好了。这个背光，然后踩进油菜花亭，我不晓得背光要拍什么。你去姐姐旁边。还没掉。来，小欧慢慢走，没关系。假的哈，被看到了。GoPro 有录进去。对啊，好了，正常走了，好不好？来，猫咪再后退一步。好，现在这边拍一张。走前面，好。不能超过我。对，不能超过妈咪。Go。来，妈咪在那边啊。下一个来，喵一声来。好。可以来这一条哦，哇，这一条逆光，我来看爸爸，三二，可以，好，来三二，这一条应该是可以走吧，这一条应该原本就是路了哈，在我后面，也要有水分哦。走了，好，
哎呀呀，好，妈咪站这边，站这边，爸爸帮你拍一张，这边很漂亮哦。来，不动啊，妈妈，阿虎呢？往这边出不去吗？出得去，好。这边有条路，对。妈咪这边小心一点哦。我看一下。你数啊？我不会数。5、6、7、8、9。对。9个，就我叫他。蒲公英啊，蒲公英公鸡，石头公鸡，用吹的来，3、2、1，然后散播出去。我后面也有两颗啊，这里，你看这个，大车，你看，有。